要把我们当野兽一样给射死吗？可是我们是人呢，你怎么？宇文环，你射人比射狼容易，想赢得比赛就要先射女奴，要不然我们把宇文月的女奴先干掉吧，谁让她来晚了呢？快跑！严世子，剑法不错呀，不妨就比比，看你射狼快还是我射人快。快躲起来！燕世子，这个有意思啊！燕世子，这就没意思了。那坛美酒你不要了吗？酒我不感兴趣，但这丫头我看上了，谁敢碰她？我起天生的战士，
以啊。兄弟们，上马玩。谁都不许再射了！姐姐，跑走了，不能停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，快，快跑！快！游戏吗？哼，这也太有趣了吧！宇文玥人未到，最后活下来的却是他的女人。区区罪奴，非死不可！
我说怀兄，你也有失手的时候啊。